大家安安，那我们今天要玩的是 SCP 基金会的一款游戏，那这是他们里面其中一个第22样太平洋的停尸间。我有看到这段记录，因为我目前 SCP 我有在追，然后我好像才追到几啊，我想看好像才追到102还是3吧，因为真的太多了，我目前追不完。那这个是它里面其中一个诡异的太平间，它里面不定只要送进去的尸体好像就会自己复活的。具体的话各位有兴趣可以去查看看，那个在网络上这个还蛮好找的。欸，那我们就来玩看看吧，这感觉好像很刺激耶。那不知道 SCP-02 我们在这里面是要担任什么，是要担任那个组织吗？来处理这里面会复活的尸体是不是？好，不管我们就开始吧， GO。OK， 呀嘞，在哪里？一开始，欸，所以现在是还没开始吗？按一开始是，哦，怎样？现在倒转过来了，哦，收容保护，我前空解除了成就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在一个小小的房间，然后写一个进入，要进入哪里啊？这里吗？这边是可以进去了吗？哦，他就这样自己进去耶。现在什么情况？啊，失败被当场火化，三小，三小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是搞得清楚，还不是搞得很清楚那个状况。我刚刚只是就是回头看一下而已，然后就突然变这样，然后我们看不到我们是谁。哦，所以刚刚是因为我跑进来这里。然后就直接强制火化我，是不是？就像这样子吗？这样子比较有火化感觉吧，刚刚那个不算吧？那你看，这样才是有火化感觉。哎，无名的安安，晚上好。可是刚刚那一个，我是躲在一个小柜子里面吧，一个铁柜里面吧？那个有火化吗？不是，我们到底担任什么角色？我们现在是 SCP 基金会的低级人员吗？现在我们是低级人员，然后我们要探索这边，是不是？不懂哎、欸，没有一点线索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！我觉得他又要骗我进去了，不要。哦，可以拿起来，然后旋转。这什么超能力啊！我操！好打！我以为是上面的可以打掉嘞。SCP 的尸体什么意思？你说，哦，干你老阿雷啊！多小啦！啊 ，God， 干会复活的尸体了不起你！我整个穿过来，哎呦！我们来看看，动一下，干，没事，靠腰，自己动一下。哦，怎么又一个打开了？哥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继续啊！怎么不动啊？他现在是怎样？不定时产出尸体哦？那为什么他没有复活？他只是动一下而已。嗯，我以为那个尸体会复活，可是我看他尸体没反应呢。那木头可以干嘛？哎呦，怎么突然变这样子？哦，修起来，修起来。收起来了，在干嘛？然后呢？现在有要干嘛吗？氧气罐很重，氧气罐很重，就是，哦吼，有手印哎，呀，这个手印不知道是干嘛的，那边有个手印，他就真的这样一直不断跑出来耶。所以要放在这氧气罐这里吗？站到这里应该就没事了吧？氧气罐，哦，干你老师！哦，爆炸中粉身碎骨。我想说氧气罐爆炸应该没有那么大吧？我看那个死亡复苏啊，死亡复苏不是有那氧气罐吗？我都拿枪去射他头都没事哎、欸。然后结果我放过去，然后就爆炸。也不是。那这边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躲起来的吗？我到现在搞不懂我们到底是谁。
铁棺材拉出来，所以我们是尸体啊！靠北，原来阎王你说的尸体是指说我们是这个 SCP 002的尸体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是那个什么 SCP 022之一那个咯，他们产出的尸体，我记得是 S， 我以为刚刚那个一直跑出来的那个 Hanson Boy 他才是欸。我一直以为他才是，你知道吗？北七哦，难道这可以躲吗？可我觉得躲进去会死欸。有爆炸，我躲开了，躲开了，我也死掉了。傻小，欸，什么情况啊？欸，我躲开爆炸，然后我也死掉了，现在什么鬼啊？又是你笑脸欸，你就是在我之后准备要复活的尸体是不是？看来你道行还不够啊，孩子。被我抢先一步。这个手掌印到底什么？哦，蛋欸，我想到了。我想到啦！赞叹一下我的聪明脑袋吧。那边吗？如果有洒水的话，代表说这边有感应器啊。是你吗？是你吗？哈，卖动作你都无得讲话，我就呜。哦，水好了，水好了，耶！我是个天才，快跑！然后我躲进去吧，这回总没事了吧？对啦，药王你是个天才，真的有。哦，暗搜索呢？哎，我可以出去了，是不是？赞啦！太好了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哎，干，你不是没复活成功吗？而且为什么他一直在震动啊？欸，不能靠近他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跑了。欸，干，门不，我看下控制，那焚毁殆尽。不是，就算你不说灌水，我也会想说那个提示会不会是告诉我们说要从那边着手，好不好？只是那个想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而已，大概是一二三四五六个小时后才想到。我以为是他跟我们，就是如果越靠近他的话，那个他会夺取我们这一只的那个精力耶。棍子吗？现在棍子不知道跑哪去了，是要先给他爬，是不是？干巴得哟，加油加油，兄弟！哎呦，不是真的没问题吗？兄弟，你行不行啊？兄弟，配合速度过去门看看，没关系。我们先让他过去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再试下一个。哎呦，干，他们好累哦！你看，身为一个尸体，哎呦，他的身体好酷哦！他背后有两个洞哎。再见了，兄弟，我会永远记得你的，国家感谢你。不是，为什么他没事？哎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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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 SCP 组织不过如此吧，我们出去了 ，Go， 收容失效，重新开始，跑路成功，我们过关了 ，SCP 002过关了，我是不是讲002啊？好烦啊，结果居然要先让他出去，真的很扯哎、欸。